养宠小妙招，你教我来学。大家好，我是一飞老白，这位是 A 妞。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该如何告诉狗狗扑人这个行为主人不喜欢。扑人这个行为对狗狗来说其实是一个正当的行为，它跟人打招呼，只不过人不喜欢。其实这个行为是好多主人训练出来的行为，解决的方法有两点：一，当狗狗扑你的时候让狗狗坐下；第二个方法就是总不拖人，当狗狗扑你的时候站那不要动，不要讲话，把头转向一边，待狗狗平静下来站下去以后走开。这个就是老白今天告诉你们解决狗狗扑人的方法。如何轻松在家解决狗狗扑人问题？首先将你的狗狗学会坐下，第二步你可以试着做木头人。老白告诉我们，学做木头人是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哦。